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玩嘅系一隻叫做《冒险起源》嘅游戏啊。咁啊，呢只都系呢个 Pokemon 主题噶啦，系 Pokemon 主题。咁呢一听个歌都知啦，系某隻 game 某个版本入面嘅一个开场嘅音乐嚟嘅。咁我哋嚟啦。咁啊，呢啲同埋我听讲呢个 game 都有啲难度嘅，睇啲人话咧，唔知玩到第二关咧就好难玩。我即刻试下睇下有几难玩。同埋咧，见到佢嗰个嘅模式好似系回合制啦，我睇下佢个回合制系点样啦。好，咁啊呢度我试玩，同埋我喺街度咧都见到有个学生玩过嘅，系啦。咁我是但咩火都冇所谓，因为我预咗自己单机。好，如果佢系一个普通即系正正常常闯关咁形式咧，咁啊试下啦，会玩埋落去啦。呢个精灵博士第一次参加。都系嗰啲咁嘅开场白啦，冇特别啦。好，男生还是女生？诶、欸，有得拣唔同角色喎。哦，哇，呢、這个哇绿色帽正喎、啊。咁点解要特登整多个角色出嚟咧？呢个好似系珍珠钻石嗰个啊。呢个黑白，呢个都系黑白。呢个黑白二，呢个黑白一，呢个深金，呢个珍珠钻石好似。咁啊，呢个黑白二、黑白一、琴音深金、珍珠钻石。系啦，呢度点解特登整呢个出嚟咧？咁我哋梗系拣呢个劲多人拣，一开始出黑白二嘅时候呢个劲啊，我都系拣呢个嘅，系啊。咁我哋拣琴音啦，一系慈祥的仔仔就咁叫琴音得唔得？达拉斯叮当琴音 B B， OK， 出发，只属于你嘅故事，准备开波啦，好。我睇下有几难玩呢只，呢只就比上一次我拍嗰只就唔同啦。咁始终上一只就系类似好似回合点样咧，即系进入回合制啊，唔系，两只都系进入，唔同之处可能呢只比较似嗰啲正统回合制啦。OK， 咁啊，哇，大镬！我要整翻个键盘先，快等等我啊，我整翻个键盘先，好 ，OK。啊！即刻整个键盘啦！点解行咁快？突然之间，啊！我、哦、原来揿耐咗有得跑步嘅，哇！好棘喎，佢要揿掣咯。诶、哎，咁我哋用滑鼠玩啦，自动行路。好 ，OK 啦，点啦？终于落嚟啦！隔篱恐怖博士揾你嘅，你唔系想成为训练家咩？即刻想赶走我，七日签到功能啊，都系嗰啲嘢啦。好，我即刻前往啦，顺便啲揿下有啲咩咯。哇！有嘢拇指比加超，正啊！我哋一阵间再睇呢啲，呢个系咩阵嚟噶？呢个我未见过呢个阵喎，烈火金克赖压银喎，恐怖精灵研究所，哼，做咩嘘咩啫你？嘘我啊！好嚟啊，睇下咩事啊，冲过去啦！好等咗好耐啦，琴音 B B， 你知唔知我研究紧啲咩啊？就系将精灵放入精灵球咧，但系周围就已经好普遍啦。精灵球被发明咧，大家都将精灵放出嚟嘅。但我认为放出嚟咧有某种意义。而家送俾你先，喺装置度假借出嚟。好，加个好友嘛，一起玩玩。不料点解揿呢个掣啊？哦，有得拣第几代系嘛？好啊，谂下唔使问啦。如果佢话玩卡关咁，我一定要尽全力打啦。咁呢度入面我自己觉得啊，即系比较上输出劲嘅话，因为一定揀输出噶嘛，跟住其他宠又揀啲防守型嘅，咁最劲我自己个人最劲嘅梗系呢只啦，唔使问，中间呢只啦，定系最强输出型仲唔系佢？进化鱼腩有咩鱼腩啊？我就系呢只马骝仔啊嘛 ，OK 就佢啦。但其实波加曼都得嘅，波加曼都唔差嘅。嗱，波加曼同埋烈火烈焰猴都几劲，我觉得我就揀烈焰猴啦，我烈焰猴好。所以系迟啲再捉嘅鲤鱼王咁得咯，除非佢冇鲤鱼王咁串啦。好嚟啦，睇下呢度点啦，将精灵放出嚟活动一下，放出嚟活动一下咯，放出嚟，放吧，跟随，好走啦。咩料啊？外面世界啊，又要带精灵好幸福嘅，咁啊有个擅长培养精灵嘅训练师，咁啊有啲知识嘅可以揾佢 ，OK 长老喎，看老练的训练家学习精灵知识喎。好，我已经买咗购买首充服务，咁我应该就唔会货金啦。喂，同呢手打冇问题啊，我都用滑鼠玩啦，唔揿掣嘅，因为佢都唔系好主张揿掣。水充啊，喂，扭拉喎，同金文一样喎，史诗系什么东东？
加一，哇，有加一添啊！瞪眼啦，唔使问。精灵替换好，爪咁呢啲，哇，逼我用爪，哇，超劲喎！一嘢俾落去，我得三呢，哎，有得加速，仲有得自动添，正啦、啊！最中意呢啲，最中意呢啲嘅乜鬼嘢啊？呢啲系统自动加速，不得了！我嗰次见到个靓仔话，好似就系呢个啦，因为我嗰次见到佢咧系用紧比比鸟嘅，唔知比比鸟定大比鸟。我就落车啦，因为我平时好中意出街望人哋部手机，我出亲街我都一定要望人哋部机先得嘅，系啦，即系有地铁到咧，我就去夹人哋啊，哦，又用玩紧啲咩，睇紧啲咩啊 ，WhatsApp 紧啊，系去睇佢哋玩紧啲咩嘅。咁嗰次我落车见到佢玩紧一只类似呢只咁啦，又唔系 MMO 又唔系 GBA， 咁啊个样应该系似呢只嘅。咁我即刻试试，哇！有一抽蛋啦、啊，抽蛋点样抽法 ？Game one, game two, game three, game six 有冇啊？叮当，咩重啊？哇！普通二倍，好啊，唔错，好过冇。合成或者野外部合成，碎片合成啊，系得啦，好。七日签咗啲咩啊？拎晒先啦，系啦，拎晒先啦。活动中心肯定系叫你货金啦，疯狂开服礼包喎，啱啱开服嘅咩？啱啱开服嘅咩？睇下先，冇写几时开服啊？系啦，冇写。天天累计消费冇特别，跟住就手冲呢啲唔关我事啦。捕捉功能要解锁，我哋慢慢嚟啦。先做咗呢个咩先？我就系听讲就系非常之难打，我即刻下咗嚟睇下有几难打。我呢啲打开地狱版啊，又打开啲唔知咩难度啊，绝对混乱嘅难度升级。又系呢段啊，重。开啦！好啦，被逼直播。唉，直播啦，直播啦，直播啦，唉，直播啦，直播啦，唉，继续玩啦。我揿错直播啊！一开始嘅时候揿啊，我谂住拍噶，冇谂住直播噶。唉，嚟啦，直播啦。我睇唔到你哋留言喎，同埋咧，如果有嘢揾我嘅话，可以再打多次喎。系啦，有阿 Harry Chan 完咗上面嗰句，我都睇唔到啦，已经系啦。睇翻留言包，见到阿 Con 阿小姨你哋好啊。吓，好啦，你又有得问下我。我知嗰日喺呢个地铁度夹人哋啲电话，见到有好似系玩呢只 game， 用啲唔知咩比比鸟定大比鸟喺度。抵笑咗，我揿错掣，咁唔紧要啦。啊，你嚟啦，我睇下有几难玩咧，梗系好难玩啊！啲人话，话第二关已经过唔到个道馆，我即刻就试下有几过唔到呢度。好在有得自己行啫。连唔到伺服器咩？连唔到伺服器？你讲呢只 game 啊？活力大，活力火车头，哇！点解人哋有凤凰噶？精好友，最后草丛捕捉精灵，我自己按的。喂，低能佢一定要逼我下面嗰啲草，有冇搞错？哇，得个四个草，你叫我行呢度？喂，你唔系要我捉呢只 sea bear 啊嘛？唉，捉啊捉，定系逼我捉 sea bear 佢？三日都入唔到 game， 咁大镬！自动排除咗其他人喎佢，点啊？捕捉喂，啲人都遮住晒，我睇唔到噶喎呢度。打开菜单，
圣品战力乜乜乜，哦，几时有啊呢只？好时候打住，哇，得一星呀呢啲。你唔系同我讲呢啲点啊？战胜捕捉高手，咩多强大？呢个咁嘅地拖工就系我嘅捕捉高手啊！呢个咁嘅地拖工人，黑白入面嘅饲养员，黑白嘅饲养员，一歪死佢啦呢啲。啊，系咪真系咁难？我真系唔知道你嘅 game。稀有，咁自动佢会出啲咩俾我啊？咁自动睇下，系咁疯狂瞪眼，哇，好似几好喎。我咪成日应该要改翻个名先啊。呢个叫咩啊？冒险起源啊嘛。等我一阵啊，我 set 翻个图先，那幅图仲系 MMO 嗰幅嘅，我就睇下呢个，我就听闻佢话非常之难玩，即刻要下载落嚟玩。睇下先，呢个属于咩啊？诶，求其放喺个 file 度啦。哎呀，顶啊 ，save 唔到嘅幅图，喇叭仔啊！哇，唔俾 save 咁久嘅佢。如果头先唔系断一断，我都唔知道我直紧播真系，咁咪真系播咗好耐。等我等啊，我想整幅图出嚟啊，老友。唉，求其啦呢幅啦。玩到十咧啊，十四 sir， 我唔知喎，应该十六定十五啊，你要睇翻之前咯。定咩啊？唔系喎，冇得睇喎。等我睇下先，依家菜单任务日常啊，领取。等我退出睇下先，点样退出啊？直接揿呢度走啊 ？OK， 睇下先。我唔知几多 share 喎。我睇下去到第二关系咪真系会卡关先。入嚟嗰时开咗两分钟，我睇下先，我应该开咗几耐呢？我开咗五分钟，哦，五分钟咯，系咯，系咯，五分钟咯，开咗，我记得啊，十四啊，上半森林十四 ，OK 啦，琴音 B B 高，47分通知啊，咩噶？首处送大礼唔使啦，如果你唔系教特别难，根本唔需要首处都打赢嘅。理论上啊，唔需要话首处都可以打得赢嘅，除非你特登整到超劲，唔知五星星嗰啲，啲小拳石都五星星咁啊，大镬啦！冇改字啊，应该我睇呢度就改咗咯，可能更新咗之后就即刻有，我试下睇下先。有啦，我改咗咯。哇，研究所女助手又系黑白嗰个嚟嘅。哇顶啊，阿罗拉六尾喎，系啱啊你，喂啦。根本唔使打嘅，呢度倾下偈都得啦，好轻松咁样系咁，喂，哇，佢仲醒目过我喎，识得用爪喎，咁劲嘅一个电脑，咁佢打得啦，我唔使打嘅咯，佢打咪得咯，史诗喎，我点解呢度佢又喷火嘅？佢威吓咗我咩？求切磋喎，哇！佢啲星星系代表咩啊？史诗啲种族值点计咧？又咁复杂嘅，搞掂啦！哇咁快，哇咁啊十呢啦！我人系咪计我人十呢啊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朋友。精灵爷爷发现到不得了嘅嘢，唔使问又系小刺蛋啦，不得了嘅嘢。
星星分开升啊，可能升咗之后啲数值劲少少啊。网络异常你都知嘅，好在你有自知之明啫，知道自己有异常。啊，星星系 V， 应该唔系 V 嘅星星。风来了斜浪，阿达，阿达短裤小子啊！我究竟有几多只虫嚟噶？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几多只虫。正啊，普通哥达仔。嗯，系啊，捉虫啊嘛，你嘅有一捉虫啊嘛，捉啲劲啊，定系佢成条街都系老鼠，可以反复挑战佢哋。打开副本，哦，有挑战训练家啲咁嘅嘢嘅，好啊。挑战哦，阿达消耗十点呢个乜乜乜，扫荡，扫荡唔扫得唔得啊？呢啲咁嘅嘢都要我扫荡，呢只咁嘅嘢都要扫荡啊！唔好扫荡啦，我话呢只咁渣，扫荡好惨佢，系咁打只老鼠。先啊，精灵，稀有。呢只系咩属性啊？妖精降，我、哦、真系要有妖精噶咯，已经储存中心系点咩啊？哦，即系电脑咁解啦。Seat bed 入去啦 ，seat bed 入去啦 ，seat bed 点样掉入去啊？哦，唔可以掉入去啊？系咪因为太多？唔系，系咪因为太少唔俾我掉入去啊？跟随中，哦系，跟随紧啊？有冇黑白虫啊？冇喎、啊，全部都舊蟲嚟嘅。咁啊，試唔到佢嗰個係點樣啦？如果佢可以睇埋呢個咩嚟㗎？飛翼徽章需要飛翼徽章先入得。唉，撳主線一路行算啦。星星係壓錢一部分啊，飛翼腳啦，歸界。如果佢可以 check 到佢黑白之後嗰啲跟隨咧，咁啊真係勁啦。啊唔係喎，係咯，黑白之後，嗯。因为正常黑白系未有跟随噶嘛，据我所知。因为哇，减物火，哎，有写喎呢度，减物火，哇，咩事啊？讲错咗嘢啊？俾人踢咗出去喎？咩啊？系咯，跟随嘅话得心金先有啫嘛，即系话第四代之前都有模型，咁啊第五代好似就开始冇啦。如果可以整到 X Y 都有嘛，真系巴闭啦！第八世代点仲写？哪来第八世代？卡住登入唔到啊！咁惨，哇！又要再打个阿龟界，佢灯佢头先系咩啊？大蛇灯眼定系普通灯眼？紧速一路持续扣血啊嘛，哇，抽到闪电了，哇，打唔死添，嗯，我自己电话未试过咯，我喺电脑度试咯，我未试过喺电话度 download， 我直接喺电脑度，费事整嗰个咩啊，整录影麻烦，咁就喺呢个夜神度搞咯，大家都见到夜神喺左上角。点解会有搞物房嘅佢？瞪咗眼咩我？好，琴音宝宝继续 go， 原香，啊，咁啊大些女仔，女仔咪好咯。但系佢有冇散？应该冇散啊，话未立喎。啊，冇所谓啦，男女。哇，点解佢一边打一边细嘅？我用个灯眼，哇！跟住又用火花，咁废个 AI， 佢唔识判断啫喎。唉，俾翻我啦，都系你都系企埋一边啦，你打得太慢啦，你个动作。同埋我想摆执位啲技能，执一执个技能先啲位。不知怎么了。精灵，唉，揿错仔。技能執位啊，唔该。喂，转唔到位喎，睇嚟系嘛？
唔俾转位，定系我唔识转位？直子，嗯，交俾我打啦呢啲大粒波，波波球，搞掂啦！完全不是对手啊！好。哇，司职喎！哇，呢个人喺边度出现噶？哇，你呢个发色完全唔一样啊！稀有红宝宝，圈圈红，38啱啱我打死，假哭减两级特防定咩啊？系咯，哎呀，乱咗呢度，唔好麻痹啊！哇，先制圆筒。呢度有妖精，我可以用利用妖精。我相信佢一定有龙啦。如果我继续打落去，我相信应该有龙道馆呢样嘢。咩事啊？进化，真系进化要啲咩条件啊？进化等级5，跟住要有粒呢，要粒81000嘅金币。顺便一提，本次最啲啊，我要拜访。朋友，好啦，继续。喂，有人送嘢过嚟咧，你做研究啊嘛？拜托你一样嘢，其实呢个最新型嘅精灵套鉴有交俾我，等级上升，好神奇鳞片，要去黄金市录电影咩？录电视节目可以用快速旅行咯，点快速旅行法？哦，呢个咩地区嚟噶？药业镇，咦？呢个关东嚟喎，我唔知咩事系咁断线啊！咁我呢度揿自动啦 ，OK。好，嗯，咁啊呢度继续录住先啦。嗯，因为唔知点解系咁断线，即系因为落雨啦。好啦，咁我哋继续录影啦，呢个真系录影啦。而家又翻翻嚟呢个咩药业镇啊，系啦，睇个地区个地图咧，就显示呢一度其实成都嘅第一个城市啦。点样睇下呢个？系啦，药业镇呢个系成都白银山，呢度成个都系成都噶啦，一路去一路去咩愤怒之湖系啦。OK， 嚟啦！火之路飞是什么东东？好冇博士，负责嘅警官，犯人一定会回到现场，所以唔多你系犯人。哦，冇嘢冇嘢，呢个唔关事。一个深红色头发偷偷潜入你啊！你知唔知个少年嘅阿银系嘛 ？OK， 而家要追捕佢啦，即系呢个都系一样嘅剧情啊，系啦，偷嘢剧情，将神秘嘅鳞片交俾佢。呢个系蛋啊，先放喺度研究精灵图鉴。好，成为冠军唔系容易嘅事。好 ，OK 嚟啦，回到家里告别啊！因为我哋依家要进行我哋嘅冒险啊，进行冒险成为呢个冠军啊！精灵训练大师嚟啦，开通会员五 VIP 制度啊！你唔系谂住赢到我 VIP 五嚟喎？呢个该死嘅训练价。好，你行啦，继续。懂科学的半子，呢啲系咩啊？支线任务啊，应该系啦，应该系唔理啦，我哋照跟住主线先啦。我谂唔会卡关嘅。诶，呢个咩地图嚟啊？正南系咩嚟啊？大冲鸭喎，寻找大冲鸭喎，仲唔系心金剧情？大冲鸭，草帽少年，朝气，诶呢只啊，轻松啦，呢咪火爆想赢我。呢个唔好教自动啊！武器
七咧，诶、欸，聚气火花，搞掂你啦！去将圣使，阴速拳，阴速拳，攻击大幅提高，阴速拳打佢，靓波，嗯，159经验，九咧，替换技系咩嘅啊？挑衅，挑衅唔好啦，我搞掂。点啊？大冲鸭表示感谢，俾双药我，哇！真多谢你。哦，走得。嗯，呢啲唔使打，好似系英字呢个要啦啩，要啦。嗯，好，依系捉虫少年，捉虫少年对我呢个冇乜问题啊，我火系啊，拎条蛇出嚟嘅佢。天气变化系雾，雾天系咩啊？降低所有精灵嘅命招式命中、啊，诶、欸，咁即系对双方都有坏处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冇中到啊！打死佢、啊，唉，真系加咯，顶啦、啊，继续喷啦、啊，阿点搞掂？我得五马八劲 ，very good 啊！好 ，go go go， 小宇宙，自奶。我粒精灵球攞唔攞？唔使攞啦，一路直冲变眼。中啊，好多啫，真系争啲输喎呢只嘢，呢只嘢黑住我，我唔紧要啊，又寻找大冲鸭，哮红，点解我可以水上飞嘅？水呢只岩石系定系咩啊？岩石系都有着数，但系对我嚟讲，我顶格斗系，咦回晒血喎，四十 very good 啦。阴速拳，阴速拳啊！好烦啊，呢、這个武器都搞掂啦。61啊 ，very good。挑战专家，继续行啦。完全唔撞怪、啊，踩草地度，哇！三只火爆嘅，点解？呢度系要我救晒佢几只？佢如果有三只火爆，三只姜葱鸭铺，咪要救晒佢？顶，就好彩佢都打我唔中啫。37。投炸地球，哇！投炸地球成二嘅伤害，投炸地球佢九咧成咗28咁打我嚟，咁我50咧咪打100伤，咁应该几屈喎？又发现咗招神技啦，迟啲可以用。好，投炸地球，格斗虫同埋火虫我都有啦，咁而家要揾嘅应该就系水虫啦，水虫啊，到时揾鲤鱼王啊，仲有啲咩水虫劲呢？因为我唔知呢度图鉴有啲咩，哇近身拳击，因为我唔知呢度嘅水冲有啲咩可以捉啊，如果有鲤鱼王咁一定系鲤鱼王啦，唔使问。如果冇鲤鱼王就要睇翻边只水冲劲啦，留低个伤药，有冇图鉴睇啊？睇下图鉴先，成就背包有图鉴，阿罗拉嗰啲有。高超鸭呢啲阿罗拉啦都有，见到阿罗拉紧鬼，跟住系大钳蟹、宝石海星、巨剑螳螂呢啲600几只，见到呢度收集，哇，其实都整得几多咁样。寻找直男的姜葱鸭，天天守住在线奖励，仲未有奖励咩？我摄影师呢只，喂，呢度左上有做咩啊？
我唔系喎，佢哋系啲瞓，佢哋系人嚟，我仲系有啲咩剧情添嗰边。太郎，有人用大嘴蛙喎，居然比较吃惊嘅一样事啊！啊，嘟嘟，又有呢个冇天气，好烦嘅冇天气。44，哇，大镬！金速拳啊！哦，死啦我要！一滴血，哎，真系死！低能临尾要打嗰下 miss 咗，好在我仲有依背嘅。电光石火唔该，系冇嘅，佢有打死佢，哇！揸下，哦死啦！喂，大嘴蛙应该顶得住话，讲系。应该顶得顺嘅，我谂，挑人妖精之风，哇，死咯呢只嘢，我觉得输俾呢只嘢，145，黐线啊！呢个冇听就好烦，老友死埋，即刻搞到我送火山拖拉机咁样，唉，黐线，快速旅行唔该，我冇人输俾条友嘅。绝对冇，冇呢个可能性。如果有嘅，一定系假嘅。有左线长啦，哇！头先咪打咗咩呢个？边个嚟嘅呢个阿炳？读个虫 I D 轻松啦，啊，交俾电脑打得啦，系嘛呢度？喂，揿咗淘宝添，顶！唔识揿翻走，来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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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啊，自动啊！如果佢全部都系虫嘅话，基本上一下打死，除非佢唔系咧。啊，全部都系虫。啊，呢只未必打死。哇，顶你音速拳，俾翻我打啊！你都系，你用音速拳打大针锋系咩一回事啊 ？AI。十呢啦 ，very good 啊！铁壳用烧佢啦，佢相信俾 AI 佢又用，佢又用近身，佢又用呢个音速拳打佢啦。好，搞掂啦，好，冇阻住我。哦，嚟啦，火爆哇！要打好多嘢火爆喉我都，但系话我打咗五只咯，接近。哇，佢都咁少嘅，追打，灯眼咧。用单眼之后再用音速拳打，音速拳靓波，愤怒哇好在啫，进入愤怒状态，音速拳打爆你，啊点啊？仲有边个？仲有两只，咁啊先一招单眼定两招单眼好咧？一招单眼啦。哇哇，佢识呢招嘅，唔话知得咩啦？佢识呢招点打佢？地面属性嚟喎呢招，黐线噶，识剁脚你都识，好难搞喎咁样，嗰只咪剁脚啊？黐线嘅呢只火把喉，唔话即系话难打咯。而家系咪唯有货金抽重改命运啊？因为街嗰啲重全部废嘅，应该系，使唔使咁难喺度？因为难在佢同之前嗰啲火把喉唔同咧，咩噶？有啲咩讲啊？佢哋展示到道具居剑螳螂，居剑螳螂系道具嚟嘅咩？剁脚喎，点样打？应该系用喇叭牙打佢度，系咪可以抽嘢啊？我有冇扭蛋机？一抽一次呢个咩噶？再抽九次必中呢个传说，呢个咩噶？超梦的逆袭，
哦，十次必得传说精灵，有好抽抽啊，有几有好啊？俾咗药我咯，最有好，哇，有海狮喎、啊，都有，虽然废嘅，啊，虽然系废嘅。如果我抽应该系抽呢一代啦，但系哇要十次点样抽嘅喺度？积分兑换，传说学习机，我唔知啲咩嚟，传说积分，哇呢只都有，呢神兽，呢都几好，呢点样攞啊？系咪货金啊？呢个都系要，套监。扭蛋机或者荣誉，个肥仔咩事啊？渴望力量吓废要呢头，唔知有咩用喎呢个。咁我谂下我要点做先依家。加连玩啲咩噶？我睇一睇呢啲先。任务日常领取奖励，呢拎晒先啦。等级上升，体力上限，疲劳值，好似冇咩特别啊喺度。背包，啲精灵球啦，其他神秘鳞片，初心精灵珍藏，喵喵怪，体力饮料，125个数量换一个，即系我仲要多12次10个，系啦，简单啲嚟讲，进阶石呢啲咧。卡牌用于提升精灵嘅品级，有冇得钓鱼啊？哎、我哋周围睇下边一度呢啲系咩嚟先啦，不如有咩踩啊？呢度波波都未必打得赢。如果波波打嗰只嘅火霸猴，应该打唔赢。一招系咪就系呢一度啊？嗰、那个人系咪就系谂住捉比比鸟啊？飞行系走去打佢啊？跟住点知佢一嘢嗰啲咩踢到已经踢低咗佢系嘛？我都会系咁，因为我睇你 game， 喂，使乜油弹啊？我睇你 game 就系嗰条嗰个嘅学生咧，就系、是、用紧比雕啦，即系呢个大比鸟啦。我唔知系用嚟打嗰只火霸猴啊，定系再打过咗咧？系啦，呢度我谂用咩属性好打呢？Thank you.